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豆豆脑袋孩。今天我们要去这个大山上了，有个大叔家的电视机坏了，我们去给他瞧一瞧。走
可以装机喽，已经换完了，已经 OK 了。还是一样的。可以的。哎，可以。那是房里还是房屋的？不，天天我听着不得房屋的。姐姐屋出来呀？屋出来。要屋出来是吧？我这住这边。哇，你好家。好，心情好，你能好。咱也是可以多点，好，你要这个的也是。哦，要的。要这个名片。哎，要的。